大家好，我是黄凯迪。今天是2018年12月7号，礼拜五晚上。然后黄宝琴、黄宝静跟他妈妈全部都穿黄色的衣服，黄通通的，大家都是香蕉。黄宝琴，你笑到流眼泪了，太夸张了吧？干嘛？哎、hey, ，我没有黄色的衣服啊，我没办法穿黄色的。你们是黄？可是没有黑色的。没关系，你们三个穿黄色就好了。爸爸不用穿黄色的，爸爸派你们穿黄色的就好了。黄宝静，不要玩那个了。哎呦，不要玩黄宝琴。好了，先这样，拜拜。黄宝静，快点喝奶奶。